站住！在这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搜？搜搜搜，这就去搜！抓贼呀！抓贼呀！糟了！娘娘，高公公求见。进来吧。高公公有请。奴才叩见贵妃娘娘。高公公深夜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回贵妃娘娘，刚才有贼人擅闯皇宫，说是有人瞧见往贵妃娘娘这边来了。本宫一直在宫中，并未看见。娘娘无事便好，我已加派了金吾卫在门口守着，娘娘尽管安心的歇息。那就有劳高公公了。应该的，奴才告退。口茶，单枪匹马擅闯皇宫，真是佩服。你总说茶不好，自然该换些好的才是。此茶乃是专供皇室享用的紫笋茶，由地方官员择良辰吉日，朝服登山，率领一众僧侣焚香拜采，恐怕整座山只采得这一盒。来尝尝。真是好茶呀，只是你擅闯皇宫不只是为了这个茶吧？不负杯中茶，不负心中人。说得好，若不是因为他，我又岂会如此爱喝茶？能远观他一次，我便知足了。李天，吃饭了。李天，咱们认识也有几年了，今日你就交个实底，打算何时出狱？上回盗窃判我入狱半年，这期间因别的缘故逃狱一回，罪加一等，加刑一年。若是我没有算错的话，应该还有
一年零两个月。你倒是算得清楚，算我求你了，赶紧出狱吧。近来犯人太多，我们刑部天牢地方又小，实在供不起您这座金佛了。地方小，你得找户部。朝廷每年支出那么多银子，也不知道进了哪家大人的腰包。我说马大人啊，你也得体谅我呀，像我这样的人出去连个宅子都买不起。嗯，那你这不诚心为难我吗？哎，马大人，喝杯茶再走啊。我尚有要事在身，岂像你这般清闲自在。好茶呀，没口福。走，快走。不知兄台如何称呼啊？鄙人姓陈，乃是禁卫军统领。哦，原来是陈统领。久仰久仰，不知兄台所犯何事啊，竟落得如此田地？想那三日前，我奉旨押送朝廷给边疆赈灾的官银，不曾想刚出了城就遇见了盗贼。官银！何人敢挡禁卫军去路？你可曾听过魔道团？魔道团，把官银交出来。且慢，陈统领，想必你定是搞错了，此事绝非魔道团所为。魔道团向来不带兵器，更不会用这种硬碰硬的低劣手段。你为何能如此清楚？因为我就换成我是魔道团，也绝不会这么做。那魔道团又会如何？魔道团兄弟四人向来神出鬼没，手法诡谲。首先有一贼眉鼠眼的以笛声堪行布阵，再以刁蛮泼妇伺机而动，以幻术迷惑你。待时机成熟，玉树临风的首领出马，乾坤逆转，通天换日，盗走官银。最后一个死胖子召唤神仙梯顿空而去，待人发觉为时晚矣。关键点在于，即使你的东西被偷，也绝不知何时被偷，不然又岂敢自称为魔道？不可能，我奉皇上之命押送官银多次，从未失手。若不是传说中的魔道团，何等贼人有如此手段？这魔道团借赈灾官银，不顾百姓死活，罪大恶极。魔道团绝对不可能做出盗走官银之事，何况还是赈灾的银子。5万两官银，谁人见了不眼红？别说是5万两，
就是100万两，也不可能干这等缺德之事。若不是魔道团的话，我怎会沦落刑部天牢？陈同良，你为何一口咬定此事定是魔道团所为？此乃大理寺卿胡大人亲口所言。好你个大理寺卿！我看小姐天庭饱满，面色红润，笑颜如花，依在下看是交了桃花运了。我看公子一表人才，才华横溢，为何却会在这街头给人算命啊？哎，姑娘有所不知，我这半生一直在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位女子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不过此时此刻，我似乎已经找到了这个人了。生死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小师弟又在勾引良家妇女啊？你才是妇女呢！大家闺秀行了吧？小师弟，跟我去趟潇湘馆。哎，潇湘馆，真没想到你竟是如此道貌岸然、厚颜无耻之徒。姑娘，你千万莫要听他胡说。嗯，大师兄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投契的姑娘，你一句话就给我毁了。哎，一句话能毁的还是真感情吗？我要真感情作何用？罢了罢了，跟我走吧。不去。如今朝廷动荡，许多忠良之臣退官让贤，只不过外族频频犯我大唐边界，如今是朝廷弃文重武之时。只不过你们现在习武为时已晚，这科举还是要考的。你不是说书的？说书？我乃文人，岂能与街头那些胡编乱造者相提并论？还以为你是说书的呢。谁是说书的？哎，你各位看啊，这两位也是当年不学无术科考落榜之前辈。二师弟，你又在误人子弟啊？大师兄此言诧异。行了行了，你参加了8次科举，竟然连秀才都没有考中，还好意思在这教书？小师弟此言更是诧异，他们之所以来这儿听我授讲，并不是因为我的才学和功名。那是为何？正因为我8年8次科考落榜之经验。试问普天之下，谁人比我更有资格？那倒是。要说这科考落榜的经验，确实没人比他更丰富。废话少说，跟我去一趟潇湘馆。此潇湘馆并非彼潇湘馆，就是那个潇湘馆。你们为何用如此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？难道你们也常去吗？不学无术，快走吧。师兄，等我换身衣服。哎呦，里边请啊！哎呦，有玉总也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姑娘们，招呼着啊！真热闹。见了，慢走，今儿怎么走？
小师妹，我们来了。好久不见啊，大师兄。小师妹，你这屋里的气味。师妹，上次你便说好要搬家，你为何还留在此处？你管得着吗？我管不着啊，但此处是烟花之地，你说你既不卖艺又不卖身，留在此处做甚？卖货呀。那你也不用在这儿卖啊。你真是愚笨，半点生意头脑都没有。我这潇湘馆并非寻常青楼，来的都是达官贵人、商贾名流，全是有钱人。我聂小千专门做这些人生意。敢问小师妹现在做的是什么生意？这男的吗？壮阳补肾，大力丸。这女的当然是胭脂水粉、花衣裳喽。小师妹，说正事，我们此次来，是有要事找你帮忙。帮忙？大理寺那个胡老头，三番五次陷我们魔道团于不义，此次他又诬陷我们拦路抢劫赈灾官银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直说吧，要怎么做？今夜我们必须要好好陪他耍耍。可有银子呢？事关名誉，不谈银两。没银子，不去。聂小千，做人不能总向前看吧。大师兄，我觉得你说的极有道理。可是我聂小千拼了命的，捍卫的就是钱啊，没钱不去。罢了罢了，也不强求你。给我点香吧。你方才说的可是给？不是，你人不去，给点香总没有错吧？大师兄，你可知如今的长安城物价上涨，我这藏红花要多少钱一两？还有我这分心木多少钱一两？再看看我这满屋子的香料要多少钱？你好意思说给啊？我错了，我该如何表达？是买买买买，十文。十文？一根。一根？你还不如去抢。这触犯律法的事情我可不干。咱们魔道团干的事儿有几件不触犯律法，有几个都是杀头的罪。啊？真的？哪几件？上次那不要，不要走人。好了好了，小师妹，咱们好歹师兄妹一场，你多少给点折扣。你闭嘴，陆大勇，你掏钱啊。我没钱，但是能把我压在这儿。我从小就不吃猪肉。什么意思？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，更何况我们只是同门师兄妹，还不是同一个师父。聂小千，你干嘛？给钱。我哪有钱呀？我刚才都说了我没钱呀。能不能先欠着？可以啊。利息一天十文。师兄，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聂小千，以后呢，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啊，千万别来找我啊。切，走。二师兄，难不成你也要买香？我给你便宜点。我都说了两遍了，我没钱。哎，对了，师妹，何时搬家？滚。好的。我想会非让他吃些苦头不可。是薛少秋。二师弟，这边。啊？怎么了，大师兄？薛少秋。啊？谁？哎呀，大理寺少卿袁家路宅，天天板着个脸，跟谁偷了他钱似的。追了咱们这么多年，也够辛苦的。走。嗯。
哎呦，看着点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喜金，你去那边。去哪儿啊？浩瀚饶命啊！浩瀚，竟敢当着我的面偷东西！我错了，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我没认出你是捕快啊！瞎了你的狗眼，我乃是大理寺少卿。啊！堂堂一个大理寺少卿去抓毛贼，只要是传出去，大理寺的脸往哪儿放？大人，我只是碰巧路过，并非刻意去抓贼。哼，如今这一批官银被盗，要有这闲工夫，怎么不去把李天从刑部天牢捞出来？抓人讲证据，大人如何认定是他们所为？你是大理寺卿，还是我是大理寺卿？还愣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是，属下告退。哼，堂堂一个大理寺少卿去抓毛贼，没出息！天天只知道数这点银子，真是没出息。夫人呐，此乃人生的一大乐事啊。夫人，你不懂。你何时能将这些银子换成金条、珍珠之类的？那才是人生一大乐事呢。哎呀，油水都被刑部那帮人捞去，哪还轮得到我呀？亏你还是个大理寺卿呢。外面怎么了？夫人，看好咱们这些银子，我出去看看。深夜如此喧哗，何事啊？哎呀，那边，这看到了吗？福星寿星陆星来了，快来拜福星陆星寿星啊！娘，神仙保佑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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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仙保佑！神仙保佑！神仙保佑！神仙保佑啊！此处可是大理寺卿府？啊，正是。下跪的可是大理寺卿胡？胡深。胡深，正是下官。你可知罪啊？啊！魔道团是我的徒子徒孙，一向伸张正义，除暴安良，你为何诬陷他们？下官可不敢诬陷啊！魔道团他们的确是无恶不作，罪大恶极。今日我们福禄寿三星下凡，岂能冤枉你？我在回答之前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若是有半句假话，等待你的便是折寿、丢官、破财。破财，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。其实此事怨不得下官，那都是安禄山指使我这么说的，请三位神仙明鉴。安禄山，安禄山他的目的何在啊？听说是找什么麒麟角。差不多了，下官说完了。本仙看你极为坦诚，态度可嘉，便暂且保留你的官位，以后切勿再诬陷他人。下官知道了，下官知道了。回宫。嗯，下官知道了，下官知道了，下官知道了。外面何人呢？搞得这么乌烟瘴气的。下凡了，
夫人，该是福禄寿三位神仙下凡了，下凡了。满嘴胡话，睡觉。下凡了。下凡了。麒麟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管他呢，反正安禄山我们惹不起。二位师弟，我还是不解气。大师兄，没香了。云梯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炷香以后方可使用。一次就好，再来一次可没那效果了。凡事适可而止。可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换个花样。啊！家的房子塌了，房子怎么会塌了？连院墙都没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什么情况？哎呦！陈统领，该上路了。走啊，就走上黄泉路了。会是你的邻居？谁呀？就是负责押送官银的陈统领。为何要救他？因为是我们连累了他。我懂了。我没懂啊。你不记得前几天赈灾官银被劫的那个案子吗？负责押送的正是陈统领，此事定是安禄山派人所为，并嫁祸在咱们魔导团身上。陈统领虽然只是个替死鬼，但终究是咱们连累了他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大师兄想必有他的计划。二位师弟，师兄这么快？这么快？多谢几位少侠救命之恩。不必言谢。不知几位少侠为何要救我？哎呀，此地不宜过多解释，你快逃命去吧。陈某岂能一走了之？这丢失官银之事，却是陈某失职。若能以死谢罪，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对得起当今圣上。况且陈某不是贪生怕死之人。快走吧，告辞。大师兄，这就完事了？完事了。那你叫我二人来此作甚啊？万一今晚有什么差池，有二位师弟相伴，黄泉路上我也不孤单呐。师弟，咱们自首吧。好啊。
你快去吧。太无情了。静。拜见安大人。属下青城派掌门童强，奉命寻找麒麟角，现已找到。诸位英雄，辛苦了。下去，早点歇息吧。是。就说过，不引出魔道团，就找不到麒麟角。看来必须抓一个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真有眼光，此乃当年玄奘大师从天竺带回来的香叶，金贵着呢。少糊弄老娘了。玄奘大师除了经文，什么都未曾带回。像啊，这个呀，太白的手稿，最多十文，几百贯啊？几百贯啊？至少一千贯。什么？不买别看了。切，穷鬼。这个来四千，那个来五千，那个三千。谁呢？这是？还一千贯。人呢？公子，这是你要的东西吗？站住！好大的胆子，安抚的人都敢抢。各位大哥，定是误会了，小女子是冤枉的。带走！走！哎呀，我自己会的。快点！老伯，喝茶。如今陈统领已经安全了，其他事情与我无关了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谋。老伯，您见多识广，这麒麟角究竟是何物啊？这个说来话长，古有神兽，高八丈八尺，先有一红女，因神兽作恶，惊动九天玄女，遂与之大战，并砍下了她的脚。斗转星移万年日，神兽之脚被人意外发现。成为麒麟角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无意中进入一个神秘国度——女儿国。国中皆为女性，且个个年轻貌美。皆因他们以麒麟角近于神泉，饮泉水便可百年不老。张骞将麒麟角盗出，欲献于汉武帝。麒麟角现世，从此天下大乱，掀起一番腥风血雨。
杨柳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，心道迟迟，再寄再刻，我心伤悲，莫知我衷。多少离恨苦，多少情难绝，只愿情绪留我，我恋情。多少红颜醉，多少相思碎，唯留血染墨香两茫茫。茫茫。